车站都写着不同的心情，谁知道下一站会是怎样的风景。当你踏上人生的月台，带着你的行李，列车就要进站，旅程就要来临。每一个片段都有着不同的场景，就好像人生中没有重来的剧情。面对起起伏伏的道路，不必过度担心，黑暗隧道过后又是万里无云。你要去远方还是回故乡，心情是温暖还是小惆怅，请把我每一次想你的浪漫，别再回头时留下遗憾。窗外的画面不停地变换，越近的越近，越远的越慢，请珍惜每一个爱你的亲人，我们往往在遗憾后伤感。南下列车终将北上，人来人往。祝生娘娘，我们家倩萍啊真的是很辛苦，希望她这次做人工受孕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，拜托拜托。别怕，你的努力祝生娘娘都看见了，这是她一定会保佑我们成功的。这次打排卵针副作用没有上次强烈，应该是个好现象。好，加油。请问哪位是陈倩萍女士家属？我是。黄先生你好，你太太的植入手术已经完成，那一样在休息室休息两个小时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倩萍，还好吗？还好，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了，比较不害怕。你辛苦了。医生，我老婆这次状况如何啊？跟上次差不多，回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，不要提重的东西，多躺在床上好好休息。好，那医生，这次的成功几率有多少？这没办法预估啊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这几天最好尽量好好的躺在床上休息，两个礼拜之后再回诊。好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这回要听医生的话，好好躺着休息哦。是，老公。
去哪儿？上厕所。小心点啊！ 建平，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了？这。 这样啊，你不是一直都很注意吗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哈，又白白受了一次苦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把身体养好最重要，知道吗？过两天我跟爸爸再过去看你，好，我知道，再见。 阿平，这届又讲无成功啊！唉，即摆人是安怎？搭生一个囡仔，才尔只半啦，较早拢毋捌听过有即款的代志啊。看阿平安尼吼，我真正是足唔甘的。啊，不过我阁袂当苛刻伊莫做。 即马这个状况哦，咱后头就无方便讲话啦。我看，都看军人哦，安怎讲话。我只会当安尼啊。我准备好了，真的准备好了，当妈妈。 身体这么差，连保护宝宝都做不到。生小孩不像读书，只要努力，考试就会有好成绩。或许现阶段，你的身体就是不适合怀孕啊。所以，我们就注定不会有小孩了吗？ 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都没机会。我们还年轻，一切都还难讲。或许过几年之后，等你身体准备好了，上天自然就会给我们惊喜啊！我已经失败两次。 你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在意我？我不是不在意啊，只是在我心里，小孩远远不及你来的重要。如果为了怀孕生小孩，让你身体承受那么大的代价。
我宁可放弃。好好休息啊，这阵子辛苦你了。甚至辛苦你了，我们不生了啊。妈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放轻松。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身体调养好啊。妈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来，我拿。没事了，妈，我已经恢复了。你看你，气色看起来还是不太好，还是要多加注意。我让你陪我出来买菜，是想让你出来走一走，不是要你帮我提菜篮的。来，妈，这样好，一人一袋，轻的给你。太太，这么孝顺呐、啊，陪婆婆出来买菜。哎呦，你怎么还这么瘦啊？吃胖点，太瘦啊，不好生孩子哎。你跟俊英啊，白天去上班，留你婆婆一个人在家，多无聊啊！赶快生个孙子陪陪她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我无聊？我可忙着嘞。俊英他哥哥啊，两个小孩啊，以前成天忙得让我头晕眼花的，好不容易啊，他们现在都读小学了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自由自在多好啊！这样啊？是啊，忙完了这一代还忙下一代，我根本那么想不开啊！你说是不是啊，贵婶？是是是。好好，我们要去买别的东西了啊！那我们先回家了啊！走走走，贵婶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哈，突然转性了。妈。怎么了？刚刚在市场，谢谢你。啊，是说那个阿贵婶啊，她就是那张嘴巴爱说，这事啊，我堵了她没话可说了。妈，又怎么了？我想再做一次试管。再做一次？嗯，我愿意再试一次。浅平啊，这段时间你为了生孩子也吃了不少苦。我想过了，其实生不生孩子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夫妻感情要好。有句话说，年轻夫妻老来伴嘛，你们现在没有孩子，将来你们更要互相照顾一辈子啊。啊，妈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啊，这又不是你的错啊。谢谢妈对我的宽厚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很努力了，生不出孩子这是天意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说这个了啊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别难过了啊，等下把菜拿到厨房跟我帮忙啊，等美君他们一家子要过来吃饭啊。
哎呀，早上那个来去，把开关开开的。哎呀，奇怪，听我看阿玲，看拢无讲叫啊。课本呢？啊，袂赴啊啦，不要紧啊。系啊啦，我今仔日发记录啊，我都毋捌迟到过。我把闹钟关掉啊，互你哦，会当加睏一下啊。为着学生啊，甲厝内底人无闲几十冬啊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会当放慢脚步。享受一下悠闲退休生活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退休首日。我拢袂记得，我从今仔日开始哦，我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啊。应该做啥嘞？喂，喂，阿姨啊！哦，飘啊！啊，你当时要回来哈、啊，饭要煮好啊！啊，歹势啦，今日可能我都回去吃饭了呢。哈？因为公司临时有聚餐，这我无都拒绝嘞，歹势啦。哦，啊，不要紧啦，安尼你去无用啦。诶、欸，是嘞嘞，啊，你的菜哦，拢要煮好啊。哦，阿玲哦，稍等下回来啦。不用烦恼。哦，好啦。啊，你要保养到什么时阵啊？这哦，这我无得确定嘞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你紧去保养啦哈。好，再见哈。晚班的同事请假，我要帮他代班。对不起哦，我忙到刚刚才想起来，忘了跟你说，我不回去吃饭了。哎，等一下啊，你从早上做到现在，也太累了吧？没办法，店里不能没有人啊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妈，有客人来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慢慢看哦。
老师，我是郑老师啊。啊，郑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还不都老样子，每天忙得要命，哪有你好啊？现在退休了，可以过清闲的日子啊。好什么啊？是好无聊。好无聊？那太好了，我就是想要听到你这么说。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子啦，我想要仰仗江老师在书法上的专长，邀请江老师到我班上来替学生上书法课。怎么有这种想法？因为之前江老师有来帮我带过课啊，那我们班上的同学啊都很喜欢你，所以想要问一下江老师有没有兴趣来帮我带课。好啊好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哦，那星期五下午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一定到。好，那我就先谢谢你哦。别这么说，我才要谢谢你呢。好好好，那星期五见哦，再见。张老师，怎么样？今天情况还好吗？你们班的小朋友很乖，学习能力又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学校很多老师啊，听说你要回来教书法课，大家都好高兴呢。而且啊，还希望你能够多兼一点课呢。哎呦，你们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哎！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教的书法是有口碑的哎。而且说真的啦，其实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，可以多带几个班啊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雨农国小啊，就像是我的娘家一样，我很乐意的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先替大家跟你说谢谢。你写书法功力啊，真的是一级棒。我觉得啊，我们的孩子都有福了。还好啦，就是个兴趣嘛。啊，对了，至于这个终点费的部分，因为学校的预算有限，所以……哎呀，你放心，这我很清楚，钱不重要，只要能够让我奉献我的一己之力，看着小朋友的毛笔字越写越好，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呢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原本啊，还想说，你会不会退休之后想要享享清福呢？我人是退休了没错，但不代表我就不能做事啊。只要我还能动啊，我就会一直教下去。阿姨啊，啊教囡仔写毛笔，教出心得了啊！真正足趣味的啊！看到遐个囡仔哦，这么专心的一笔一画安尼写，啊字愈写愈水哦，有足成就感的。做一世人的老师，你都未嫌烦哦啊？我这是在发挥生命的良能，创造生命的价值。你是别人别啊？我当然嘛捌啊，参像你安尼吼，一世人啊，拢贡献给教育啊，而且搁这样认真负责，学生啊若拄到你吼，真正是个福气啊。无遐尼夸张啦，我本来嘛想讲哦，退休啊，当享清福，想要好好啊休困一下，啊结果吼，才发现讲，我真正是用不得来呢。我若是用闲在厝里无代志做，我会感觉足无聊。哦，啊那安尼，这个书法课啊，真正是来了拄啊好了啊。是啊。啊对啦，除了哦，等伊好好教课，我阁想要找其他代志来做。今仔我伫学校的学务处啊，看到这个简章，迄社教馆有足侪课的呢，我想要去学国画。那像你安尼哦，写毛笔写到这尼啊好啦，那是学国画哦，
一定会当得心应手。哎，万岁将来哦，会当开一个画展哦。哎呦，我是无想遐尼济啦，我只是希望家己的退休生活会当过得较充实，莫逐工拢闲闲无代志坐伫咧厝里。安尼，我有收到一个活动啦，会当让你的退休生活更加充实。哎呦，是啥物活动啊？阿姨啊，就是这啦。走吧，我带你过去。吴师兄，我们来了。陈师兄、师姐，感恩感恩，感恩幸福，感恩幸福。吴师兄啊，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？这里呀、啊。首先，先把瓶子的盖子拿掉，因为这是塑胶类的，所以要放这里。另外，这个透明的保特瓶，我们就放那里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我没有戴手套哎。啊，没关系。我都有都准备，来，吴师兄啊，不好意思，下次啊我们会自己准备啊。没关系啦，我们这里常常有志工会忘记，所以我都会多准备放在站里。是是是，好吧，啊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好，感恩。阿姨啊，来，你坐坐啊。糟糕了，我刚刚烫衣服好像插头忘记拔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没关系啊，玉玲休假在家里，哎，我打电话给她啊。哎，阿姨，阿姨啊，哎，怎么的？哦，我太太说啊，家里熨斗插头忘了拔了。哎呀，这样很危险呢。哦，还好有想起来，陈师兄，你赶紧跟师姐一起回去看看吧。啊？妈，这么快回来了？阿玲啊，爸回来了。哎，刚泡好的茶，快来喝。啊，谢谢谢谢啊。哎。怎么样？插头真的没拔？哎，你一说啊，我就知道你呀、啊，一定是在找借口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你问你妈。哎呦，那边这样乱七八糟的，我连脚都不敢踏进去一步，还要我用手。一个一个去捡起来做分类，没办法啦。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妈有洁癖，连人家要找钱给她，钞票太旧她还不敢收，一定要换一张新的才行。要妈去做资源回收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你饶了她吧。我知道，只是没想到这么严重。好啦。如果你觉得难过，那就不要勉强，顺其自然就好了啊。妈，快喝茶。妈，你会不会买太多了？阿伟才五岁，阿奇不过一岁多，你真的买太多了啦！哎呦，不会啦，我比你还要了解小孩子，买这些啊，
那两个小家伙一定会很喜欢的。而且我要去你哥哥那边住好几天呢，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吧？是没错啦，可是就怕你一个人提这些大包小包的上下火车太辛苦了。这些东西是小意思，你们小时候啊，我就常常背一个牵两个带着你们赶火车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啊。那个时候你几岁？现在你几岁啊？还是小心一点好。阿基啊，啊你是好阿伯啊？差不多了，要出门了。哇，哎，啊，这两卡皮箱内底都已经有放玩具啊，你搁挂这两袋，哦，啊，你是圣诞老公公了啦。哎呦，啊，伫个孙仔囝内哦，阿公甲阿妈本来就是互伊欢喜的圣诞老公公啊。我也想着要看伊两个古锥的吼，我心内就足欢喜的。对啊，我已经哦，顶届看到伊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阿奇哦。但我也要走路而已而已。哎呀，之前哦，因为做工课拢无时间，逐摆若去高雄哦，袂输阮导游同款。这边哦，我一定要带一阵仔，甲伊两个孙仔哦，培养一下感情的。啊，若无哦，连阿妈都袂认识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你哦，妈要甲你提起，我这阿公哦，哦。知啦，这两袋礼物哦，就是替你传的啦。哦。感恩啊，好贴心啊！好了好了，囝，时间要白付啊。阿姨啊，啊你提遐尼侪物件哦，路车都要洗哩吼。知影啦，免烦恼啦。啊，我有甲伊姐哦联络好啊啦，时间哦也伫咧车站接你吼。啊，伊姐来了，你更加免烦恼啊，行行行。行行行。等等。到房到房。欢迎你们两位啊，常常来我这里泡茶聊天啊。来，总经理，哎，喝茶喝茶，谢谢谢谢。嘉敏，你也来，谢谢谢谢，我就来。文广啊，你这间公司还真是不错啊。马马虎虎，小公司而已啊，就经营啊汽车零组件外销。欧洲、美国、日本，这生意都做到海外去了，还小公司。文广兄，太谦虚了。不瞒你们啊，我做生意啊，就是以师傅的诚正信实为守则，不只要求我自己啊，我也要求我员工。这两年下来，哎，生意确实是越来越好哦。你可别看啊。师父开示说法用具啊，简单易懂。其实这个里面啊，蕴藏着非常深奥的道理，尤其啊，是适用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啊。嗯，哎，喝茶喝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有还有，哎，对了，文广啊，退休之后还可以发展出事业的第二春。真是不简单哎，恭喜你啊！加减做做啊，要不然你想想看，整天待在家里没有事做，那日子有多难过了啊！哎，可不是嘛！我刚退休的时候啊，这日子好无聊啊，整天在屋子里走来又走去，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。后来啊，我跟我太太商量，去参加旅行团。可是出国几次啊，就发现这四处的山水都差不多，没什么意思。看来啊，每个要退休的人啊，都会面临这段适应期啊。像我太太阿姨也是啊，这趟去了高雄啊，我就鼓励她多住个几天，有孙子孙女的陪伴啊，让她有点事做。总经理啊，等你退休以后啊，夫人由你作伴啊。他的日子就不无聊了。哎，是啊，算算时间啊，也该差不多我要退休了。哎，时间啊过得真快，还记得当初大学毕业考进铁路局。哎呦，
是话当年啊，这是。大学毕业，那不才20岁出头吗？哎，可不是啊，毛头小伙子一个，一晃眼啊，变成现在你看，老头子喽。这算一算，40年有了啊。嗯，有，做了一辈子的铁路人了。可你这40年铁路人生啊，可没白过啊。从列车长一路做到参旅总所的总经理，佩服啊！哎，快别这么说，是老天爷眷顾了啊！总经理，是你做人啊，诚正信实，然后啊，得到上层的信任，才会有这样的成果。嗯，哎，别这么说，这尽本分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喝茶。不过，这个话说回来，总经理啊，我看你这身体还很强健，你有没有打算这退休之后发展个第二事业什么的啊？哎，这个啊，我已经想好了。退休啊是职业生涯的结束，却是置业生涯的开始。所以呢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全心全意啊，投入慈济之工。这不是阿姨的皮包啊！阿姨人不是在高雄。阿姨，阿姨啊，阿人嘞啊！阿姨，阿姨啊！哎，阿姨啊，我看你半天呢，你嘛得应一声。是安怎样啦？啊，你毋是讲要去遐住一阵啊？哪会一天就回来啊？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上啦？哎，啊，你毋着讲话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啥惹你无欢喜是无？啊，是毋是甲秀兰结气啊？哎，啊，凭良心讲哦。秀兰这个新妇啊，已经算讲是袂歹啊啦。那你看啦，伊甲义姐哦，还佮有咱两个孙啊，顾甲偌尼啊好嘞。毕竟啊，伊毋是伫咱兜大汉的啊，所以有一寡习惯哦，会无合理的伊。啊，你着半目开起，互伊过去，毋通太过认真啊。你讲煞袂啦，我甲有讲我甲秀兰无欢喜啊，我袂乱要。嗯。我问你半天，你也不爱讲话啊！啊，不是甲秀兰结气，敢讲是甲咱的后生哦？莫甲我讲着伊啦！着准做吼，我无这后生啊！以后着算拜托我去住，我嘛袂去啊啦！是啊，敢有这严重啦？啊，无你讲看卖啦，伊到底是安怎甲你气到安尼啊？莫着问啊！来讲着吼，我着心疼。哦，卖问着，卖问啦。哎，那伊这个脾气哦，你嘛真清楚啊。较早你会晓苛刻我，卖甲伊计较。啊，即个话你家己安尼想袂开哦。哎，你卖管啦，你出去啦，我想要家己一个人静静。好啦，我出去了。你就先休息一下，莫再去啊！气歹家己的身体哦，安尼就唔好啊！啊！
以前啊，我是爸爸了。爸。你在不在家？在回家的路上。我是要跟你说一声，你妈妈已经到家了。爸，对不起。知道我不应该对妈妈说那些话的。麻烦你帮我对妈妈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妈回来什么都没说，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哭。一姐啊，哎，你们两个到底是？爸，我这边收讯不好，我先挂了，晚点再打给你。喂，一姐啊，一姐。睡不着啊！听爸说你去高雄不开心，发生什么事？养儿子有什么用啊？我这样大老远跑到高雄去帮他们洗这洗那的，他一句谢谢也没有就算了，居然还怪我说我退休做什么不好。干嘛跑去干涉他们一家人的生活？谁说的？大嫂。如果是他说的，我还不会那么气，毕竟还是个媳妇嘛。那就是哥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生他养他，供他念到博士，当上大学教授。我只不过就说了他两句，他就不高兴，摆脸色给我看，骂我说可不可以什么都不要管。阿玲，你说说看，你妈妈我就这么惹人嫌吗？哎呦妈，那个生气的话不可以听啦，你就不要理他，过两天啊他打电话来道歉，你再把他骂回去就好啦。要是你舍不得骂，我来帮你骂。算了，昨天回来的车上，我越想越气，觉得这一趟去高雄去的好不值哦。现在跟你说一说，心情好多了。那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都可以跟我说啊，我是你的开心果嘛。好在还有你在我身边。妈，你坐一下。我去准备早餐，今天有吐司，还有稀饭，看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学生临时有点事，耽误了。不急。反正我已经请了一天的假。给我一杯咖啡，谢谢。什么事这么重要？请了一天假，跑到新竹来找我。愿意分享的人，送人笑容满心的香，因为分出去的感动，会一直欢喜真多人。心内的土地，种出一蕊一蕊花，在天顶的风吹，长山嘛着继续飞。心疼别人的遭遇，提出家己的本事，爱是你我上水。Oh,
生亲像车站，一人一人孤一人。若相依相偎，就有温暖。